大概空窗期多久？我不记得了，不会特别的年，不会特别去记吧？以前我二十几岁的时候，空窗期没有超过一个月。没关系，这个没有聊。对对对。所以一个心仪的女主角。好了，佳佳。哦，要有节奏懂哦。我很久没有跟男生有肢体接触。恋爱上线中 ，online。